动作非常果断。狗神转，这个组别虽然他做了四级的配置，但是这个组别最高只是三级。把他顶级接续步，这勾手步非常好，单脚接续步，他用的太清晰了。这是一个要四级的配置，动作清晰、准确、果断、干脆，还很优美，从容不迫，而且动作松弛有度。两周半，很好。运转的旋转速度也非常好，这是一点都不偷懒。嚯，真棒！非常享受比赛的一名选手。刘一仙儿也是有着多次比赛经验的一名小选手，虽然年纪不大，经验。